然后被绑。好的哦。来，我第一，开锅。五四三二 ，Action。你要干嘛？你想干嘛，幼霖？幼霖，别闹了！碧玉呢？你想怎样？快把我放开啊！什么没事？你在说什么啊？你们两个在搞什么鬼啊？干什么东西？到底在想什么啊？你疯了吗？我说啊，假如你面前现在有两个按钮，按了就回不去，你会选哪一个？按钮？什么按钮？你在说什么啊？按下去会怎样？你可以选择你死，或另外一个人死。什么？谁会死掉？到底在说什么？你老婆？你在开玩笑吗？我看起来像开玩笑吗？你是不是疯了、啊？你可以问我一个问题，比如说，今天晚餐吃什么？晚餐，或是你昨天早上去的？昨天早上，好啦，我问，我问。到底为什么按这奇怪的按钮？你疯了吗？还把我绑起来？你到底想怎样？然后做这什么幼稚奇怪的决定？什么？你想干嘛？幼霖，你别闹了。嘣！所以你到底说不说？说什么？我看这把枪也是没有长眼睛的啊！你到底想干嘛？你不要闹了，你不要闹了，那把是假的吧？BANG！你疯了哦！快把我放开啊！这
干什么？你有两条路，你死，或者别人死。谁？到底是说什么啦？你跟碧玉啊？我跟碧玉没怎样。好啦，是你自己的问题。你自己整天在那边不知道干嘛，然后就这样了。你自己要检讨你自己。我的问题，你自己都不知道吗？